女友谢谢吻我油头，男顶臀填乳不起诉。爱情的分际操之过急，恐怕会吓到对方，还有可能会吃上官司。今年1月3号凌晨，台北27岁沈姓男子到女友家过夜，对方担心破处，要求他睡地板。隔天上午9点多，我好冷，我可以上床吗？女友答应。男子经不起法香诱惑，弟弟升旗磨蹭女友骨沟，还模仿婴儿吸酥胸。事后对方觉得进展太快，传赖没得到满意答复，告强制猥亵。亲他胸部的时候，他没拒绝，还发出呻吟声，还出示赖。谢谢你大口吸着我一个礼拜没洗的油头味。检方认为女方拖2个月才提告，又主动热烈联系，用语亲密俏皮，认定双方你情我愿，判不起诉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